学折纸艺术，动手又动脑。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。有位网友在折纸王子微信公众号留言板留言，说想学一下越南鹰的折法。今天我们就来折一下。这小点的用的是边长50厘米的正方形油纸折成的，这大点的用的是边长62厘米的正方形手揉纸，手揉纸不如油纸结实，一些细节到最后可能会撕裂。推荐你用油纸来折，推荐用边长50厘米以上的油纸来。四角线压出来。
摆正。这段视频先到这里，后面的过程请看下一段视频。你现在看到的是最后完成的效果，它的视频教程一共分成37段。看完本段视频，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，欢迎给折纸王子留言。